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谦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玩我们的《荒岛生存》第二集。今天呢是我好渴。哎，你要不要去海边喝点水？不过你要小心哦。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在海边遇到一个超大螃蟹？好渴。好，今天是我们《荒岛生存》的第二集。我们今天有几个任务目标要去达成它。我们今天想要进入这个石器时代。如果当然 OK 的话。可以一路到铁器时代，那也是没问题。不过我有个想法，因为像阿神这样子很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法就是，我们看要不要把我们的东西搬到海边。阿神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阿神不说话就代表说大家同意了。那我们把这些，我明明就说渴。你就可以是不是？好，那好渴，那你就好渴。好，我把东西搬好了，我来了。到了，好多螃蟹很多螃蟹，螃蟹舞。其实我们可以靠打螃蟹为生啦，螃蟹应该会掉一些食物。螃蟹会掉那个对啊，超大螃蟹还在，我现在也很饿。不如这样子，我在海边搭建一个临时小屋，那你帮我，去找一些食物，好不好？我做一把武器给你。我没有办法喝。可以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停着，你不要动。要蹲下啦。喝东西的时候当然要蹲下啊，你站得那么高怎么喝？有人有人，有牛仔，他拿着枪，离他远一点。是密斯达，密斯达，他拿着枪，你不要靠近他。海盗，我在你右边，我在你后面，过来我这边。好，大怎么长有点丑，没有眼睛。好，这边有蜘蛛，没关系。好，那个阿森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就住在这里，这里是我们第二个临时小屋，好不好？我们靠海。木头你没有带回来哦？有，在这里，这个。好 ，OK。我们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一个武器给你。我需要那个，我需要很多木头。你要给你武器？有没有木头？木头有。那个，所以做个给我木头。好。我们今天要在天亮之前想尽我们的办法，好不好？取得一些食物。天亮之前？天黑之前。哈尼多掉，哈尼多掉。螃蟹。那个老鹰。那边那是我家的老鹰，不是，那是艾伦。艾伦啊？对，蟹壳碎片哎，那是鲨鱼吗？乌贼。我们现在，我跟你讲，你帮我食物过来啊。对，我们现在靠海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可以钓鱼或者是吃鱼。你还记得我们上一集完全忘记鱼可以吃吗？所以其实这个海里应该会，靠海捕海会有食物啊之类的。对，可以靠海捕海。靠鱼捕鱼，靠海捕海，靠爸捕爸，对，爸爸帮助我，可能是没有办法了。我现在也很饿不过我现在就卡在三格。螃蟹，你会掉点好东西给我啊？我们今天要是可以进入石器时代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可以那个喽。其实已经石器时代了，我们拿的东西不是已经有师傅的一些东西？可是不够多啊，我们不够做那个，你知道吗？看好了，我真棒！我上次有给你那个稿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在我这里。所以你身上很多石头。对，我石头没有挖，我们要去挖吗？我们挖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很多很多的碎石。对，我们要需要碎石。要。但我们要先给我一点石头，我要做熔炉我才可以烤东西。然后我们有木头，好，有没有？我们要钻木取火，不是？我们用熔炉烤。知道是如果没有，所以我先把这个东西给你，然后我来盖这个给你。你去挖那些东西，我先把这个敲好。我们今天一个赶进度是不是？一个风格合作突然上一集的感情不合马上好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对啊，那物资丢给我。好，我把物资丢在这个缝里面，你要接好这样子就够了，还是你要再更深一点？就是一个临时小屋的概念，要可以遮风避雨。更深一点吗？还是这样子就好了？通常深一点比较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比较会就是能让我们躲进去里面，因为我们到时候里面会放一些东西啊。对啊，对了，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不是都喝海水为生吗？虽然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，但其实好不好？这个模组里面它是有一个东西叫滤水器。下雨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滤水器。对，我们可以累积水，但这个要铁。我没记错了，好像要铁。我有做一点功课啊，所以它好像要铁，所以暂时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我先挖石头。下雨了。我先挖石头，没有，不急不急，我们现在靠海，对不对？水基本上我们就解决了。
okay, 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唯一缺的东西是食物，所以我们必须要、下海，对，把你丢下海，喂鱼，不是啊，捕鱼啦，想办法捕鱼。好，我这边多采一些石头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做熔炉啊，做有的没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这里弄得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我要不要挖一点泥土啊？我缺很多很多木头。哦，你缺还是缺木头、哦？旁边的木头也砍一砍。缺木头，我缺栅栏。你有栅栏？栅栏吗？哎、欸，你知道栅栏其实是个很奢侈的东西吗？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原木是没有办法直接分解的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是你要不要给我栅栏？好啦，我给你啦，我把这个稿子用坏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危险的声音！我去采一点泥土。要不要过来？等一下，我们没有得睡觉哎、欸。对啊，没有得睡觉、欸。我们现在第一天是没得睡，很可怜哎、欸。已经第五天了啦，什么第一天？啊，可怜啊，好惨哦。两个人住在，哎、这是谁？乌龟、海龟、Turtle。要过来了，我在这里，家里好可怜哦。来了，我要挖一些泥土啊，我们要在海边种植啊。你还记得上一集你骂我骂得多凶啊？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你为什么要浪费那个种不下来的泥土？哦，这样会变很丑、欸。都已经要没东西吃了，你还在意丑不丑？你都已经不是你逻辑先后顺序，你听我说，你冷静一点，听我说。好。如果你今天要饿死了，跟你要不要吃眼前这个很丑的东西？你会选哪一个？我知道了，我再把它变好看一点就是了嘛。交给我，美化的工作交给我。听康听空，哇，他都不掉食物给我。他不会给你螃蟹肉吗？其实我就在你旁边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在努力的找啊。他不会有螃蟹肉这种东西出现吗？有蟹肉脚，应该是可以烤啊。理论上来说，应该是可以烤。你在我哪里？哦，我的影子好大啊，酷。在。敲敲树，好，我回来了。你说你要什么？我在弄树啦。你在弄树？对，就是我还缺很多木头啊。啊，这边可能之后会有一点丑。好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？你现在吗？嗯，就是做熔炉啊。你不是要煮东西？我们一直饿哎。熔炉做好了。熔炉做好了，烤点东西啊。可是没有木。原木在你那边、啊，你要烧原木啊？烧木材，烧木材。斧头嘞？我们没有斧头，不是？斧头坏掉了是不是？好，我再做一把。我可以再做一把吗？我可以吗？我有办法吗？我可以，我记得怎么做了。好，那你原木给我。我正在做农田。啊？这么浪费？还需要斧头？为了好看，你不能这样子说。没有这个斧头嘞。这个不是你我不是不行我好看啊，跟你生存好累。你啊什么人在这种糟糕的地方不能，就是当然你可以很上智，但是你不能不那个，请你把种子哎、欸這個、这里离海太给我那个，你有没有，你还有没有那个斧头？给你，没关系，给你，你砾石给我，我要开始挖那个砾石碎片了。你给我砾石，砾石，对。好了，看来，看来丧气的。你说我可以丧气是什么？一般的生活不能够那个、啊，这边有砾石碎片很明显，一般的生活还是要顾啊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注意好你的生活态度啊。哎、欸，我笑着笑着怎么就哭了呢？不然你就跟原始人有什么两样呢？我们现在不就在原始生活吗？不、哦，我们要在原始要活得有格调。你我问一下，我就问一下，你这样子有什么两样？因为这里就离水那么远，你为什么不弄靠海近一点？是哦，这边要装水哦。啊，没有铁哪来的水？之后再装咯。那你为什么不先把木头给我烧成木炭？我们先吃东西，可以跑起来，然后找更多的木头。好，谢谢你。烧点木头，不是啊，它只能烧丛林原木啊。你到底有没有学过？哦，好亮，好漂亮，哎、欸，好漂亮哦，这样好漂亮。有温暖。那你东西要先给我啊，斧头给我才能去挖嘛。我一直做斧头，不是？你知道？
我今天开场被你凶了几次，然后都在做斧头吗？真的吗？对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肚子饿啊，物理也是，然后在游戏里也是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一顿饱餐的了。好好的，对，我也是呢。好，我们再辛苦一点好不好？你忍着。通常没问题，忍得越久你会更饿，但吃到东西的时候。有道理，忍得越久好像会更饿。对对对，你忍得越久，你就会更饿。但通常你那时候一吃到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是啊，你就会觉得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了。因为我快死掉了，不行这样，不行这样。好，还在敲敲树叶。好，你忍着点啊、喔。好，忍着，再忍哦、喔，再忍，再忍。妈妈，我跟你说过哦、喔，能忍则忍哦、喔。对，很努力啊、喔，努力再忍的。对你眼睛很黑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忍着。你肚子很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忍着。这个树叶会自己消失吗？不太会这样子，好像会，但是好像很慢。你要用手去敲，因为它这个模组的那个树叶会掉那个木棒，还不错。这个是一个大树，那等它自己掉啊。它不会掉就好，它会自己掉吗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就放着一段时间。对，然后看会不会让它掉。好，我这边挖了一些木头，我要回家了。我跟你不一样。我这边挖了超巨型木头。我跟你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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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好，我这边也挖了超海量的哦。按错了，资源过了。我要来敲敲那个木材，我们现在有点缺木材。哦，怎么了？掉下来了。掉下来就爬起来就好了，摔倒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再站起来就好了。可是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。事情，我们很努力的弄出了木炭，烤了一个螃蟹脚，要第一个要给谁吃？因为我们只有一只。你吃了，你吃吧，就给你，反正我命贱。我做了很好看的东西，被你抱怨。我烤了。我哪会抱怨你？你自己去拿。你小心，我来保护你。往我这边来，往我这边来。黄昏了，我跟你讲，天亮了。魔物猎人哦，好漂亮哦！天亮就是、哦、就是哦，黄昏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哎，真的好美，很漂亮哎，有没有？是的，也漂亮。哎、欸，我跑起来了，因为我刚吃了腐肉、那个东西给你吃哦，我再去狩猎。好，虽然螃蟹脚，对你吃吃看，补几个？四个。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可以，我又打到一只了，蛮不错的。你是多厉害啦，僵尸是不是？你是多厉害？在摇摆也没多久，我跟你讲，我来到，哎呦，睡啦！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卡加布列岛。请问这个石头在那边是干嘛的？我不小心啊啊！等一下，我快死了，等一下。那个石头是漂亮哦。那个石头你可以把它挖掉吗？我要用什么工具挖呢？我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挖它、啊。我有三个螃蟹脚了，我要回来烤它了。对的。啊，我们终于可以吃东西了吗？哇！你说木头要怎么敲它才会变成？按右键，你要拿着那个镐。我没有镐镐，你有镐镐吗？不，斧，然后你放下来。就这样吗？还是放下来？不是，我教你啊！来了，来，你看到它这样对不对？然后你拿这个斧头，对它按右键、啊。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这样就好了？哦，它一开始原生的好像不行，你试试看。我记得原生的好像不行。真的吗？哎、欸。哦，你还有斧啊？有啊，我好多个啊。哈，你刚刚跟我你，原来你就是一直在欺骗我。哦，我受不了，我要吃东西了，我要回血，我剩一颗心。哎、欸，这边多一个给你吃啦，来啦，我满了，这边多一个给你吃。谢谢。睡啦，来啦，不客气哦。哎、欸，我有采很多石头，我们可以做那个。你有没有木？啊？给你多少资源？自己看看。哎、欸，这个给你。欸、其实我们可以用更，不是啊，我们在干嘛？石器时代啊，石斧。然后嘞？可以用了，你可以把这个敲起来了。我们等一下用石斧去采，然后我现在还缺什么？我们现在十字镐在你那边对不对？那你肚子饿吗？对，还好。好，那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趁着时间还早，我们直接前往山壁，我们去挖一些石头，然后。看要不要开一个小路出来，我们说不定可以直接前往
新大陆，不是前往新大陆，前往 找到一些铁矿、原矿之类的，我们需要一点素材。砍爆他们！来啦，我来，我 God of the 六亲不认，六亲不认呐、啊，螃蟹看你爸，六亲不认斩。哎、欸，我一直被他夹到、欸，他好像死掉的时候，那个夹子会掉到地上，然后我会去踩到。小心不要踩到。哦，其实这里还蛮不错的呢。对啊，我就说吧，哎呦，我又受伤了，又踩到了。对啊，这里真的蛮不错的，好多免费食物哦。对啊，不能不会被饿死。好，睡啦，睡啦，不会被饿死，我们就吃螃蟹，我们螃蟹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哪一个原始生活可以一开场就吃那么多螃蟹的？太豪华了吧、啊！而且还是烤过的螃蟹，比我住在家里还爽、欸。你怎么、啊？黑黑的一坨哎、欸！昨天干掉我的东西吗？好像是，离他远一点，离他远一点。好。哎呦！一号营地在哪里？哎、欸，真鼬。真鼬。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它叫鼬吗？燕。可以养吗？可以养吗？好像现在不行，以后可以养。好，放着好了。好，放着。我们的第一号营地在哪里？瓦卡拉奈呢？我买瓦卡拉奈呢？我失去我的方向感了。我们踩高一点，应该就会看到了。好像在一号营地，放弃了，舍弃了吗？这样就舍弃了吗？这边有山羊，要不要吃山羊肉？好，我要吃山羊肉，在哪里？我看到一号营地了。真的、啊？嗯。啊，完了，我快渴死了。为什么你刚不是喝水？我忘记喝了。哦，这边有山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右边，山下，山下，我来了。山羊，对不起了，我真的需要你的肉。哎呦，他顶你哦。对啊。他掉皮革，他没有掉肉。那我们一路回去带你去喝水。好，真的是很麻烦的人呢。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那你要不要先去新的营地？你先去新的营地，然后你挖一个天坑，在那个方向，就是我刚来的那个方向，你走过去你就会看到了。啊，我多带一些食物给你。你要往下挖还是水平挖？水平往下，往下那种矿坑的感觉，你懂我的意思吗 ？OK。啊，你真聪明。你要漂亮的还是？我要漂亮的，我要有那个就是探险队的感觉。我们今天就是荒岛生存，一定要进到。哦、我刚刚做了个漂亮的东西被你嫌弃啊？谁嫌弃你？然后现在又说要漂亮的东西。啊、哦，绿毛虫哎、欸。绿毛虫？嗯，绿毛虫可以养吗？哦，是宇，我跟你讲。我带一堆食物来给你吃哦，你一定吃个八八八。哎，不过我们今天也算是很认真哎，我们一下就进入石器时代了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碍。然后我们现在有个目标是要做出就是锯子啦，因为锯子蛮重要的。锯子可以让我们割那个木材。哦，就是我们的木材就可以把它变成木棒啊之类的东西，不然我们的木材没有办法直接变木棒啊。哦，了解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要一直打树叶。如果我们有锯子的话，我们就不用一直打树叶了。对，我们就无限的木材了。好，你要来了没？我来了，渴死了。你又快渴，换你快渴死了。对啊，这没有水瓶真的很麻烦哎。哎，真的哎，还是我看一下水瓶要怎么做。你等我一下啊。水壶，五个皮革可以做水壶，六个皮革。我们要打刚刚那个山羊打六只。好。我们可以做一个水，我们两个人可以共用一个。好，很困难的，很困难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别怕，哥在你后面。我跟你讲，好的，一开始总是比较辛苦的，好不好？毕竟我们刚来这个岛上，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懵懵懂懂。妈咪，哎，山羊，我杀山羊，我杀山羊。哦呦，他会踢我哎！啊，哦，他把我顶好高。你都要干掉人家了，还说他会踢你？猫、咪，猫咪不能杀，猫咪是神圣的。嗨，我来了。你来了？对，我正在做美丽的入口，怎么样？来，这个给你吃。做完。啊，我快渴死了，怎么办？你要不要回去喝水？交给你了。哎、欸，稿子，哎、欸，不，木棒给我，木棒给我，不要跑。这边。好，然后我在这边做一个那个，我们还是可以在一号营地啦。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那个了，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？水壶啦，水壶。水瓶。对，所以对，好。
我们挖一挖之后，我们说不定有机会可以那个，可以那个找到更多的动物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侵略。就可以有海平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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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不会这样子，一定要靠在海边才能够生活。哎、欸，你给我你哦，我也有石镐哎，为什么我有石镐？我丢给你的、啊。哦，你人真好哎。对啊。你看，我都已经帮你想好你要做什么了。对，但我也做了一根，我想说我们两个人一起挖会更快。OK。哎、欸，我不会回去，你又破坏了我的那个了。哎、欸，刚刚一个天坑，刚刚一个天坑。哎呦，这个天坑是破图吗？哎呦，刚好一个天坑哎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想要都回去，我又看到辛辛苦苦挖的东西，不会啦，没有啦，错，还可以。不要每次都把我弄得好像坏人一样，好不好啊？哎呦，有煤炭了，有煤炭了，是啦。我布置了一下，好好好，你看我还布置了一下，你布置一下，你布置一下，我帮你把这边弄开。蠕虫哎，我拿到蠕虫。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去把那个煤炭挖下来。哎呦，前面是破土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坑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你好会选哦，我是开的也太好了吧？对啊，你怎么那么会开？哎、欸，是我开透视？没有，我开的太好了吧？你要透视要先说呢。好，我这边挖一些煤炭，你看可不可以找到铁？我跟你讲，今天这集在这样，你再跟我讲啊？我按成这样，你再跟我讲说我可以找到一些铁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拿着一根火把去。对你带着火把，你带着火把。我在做火把，我在做，我在做。找到铁了，哈，找到铁了，找到铁了，哈，这里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是 VIP， 我跟你讲，你是 VIP， 你来这个给你，来，对不起，你是我爸，今天你是生存之父。哇哇，有了，所以去去去去。这个地方也需要一个熔炉。好，我做给你，我跟你，你要什么我都做给你，我先把这个煤矿挖一挖。因为这边是采矿营第一号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哎，好棒哦，真的野外求生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只是没水而已。我们现在，我跟你讲，有铁我们就可以解决。我们有一个那个东西，好像可以。给我吗？我把好，我给你一半，够不够？够。碎啦，碎啦，步上正轨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们可以把一个火把放在左手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挖的时候就会是亮的，大家看的也舒服。碎有没？煤炭，然后前面有出现怪物，需要你才有办法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继续往下。我来了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我来了，哥哥，我来了。哎呦，有点危险哦。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，很恶心。我觉得应该是巨型蝙蝠。砍他，砍他，是了，还好。我觉得是因为那个破土，哎，他应该没有这么恐怖。到底了，到底了。对，这边还有一点铁。我们需要多少铁、哦？我们当然是越多越好啊！开什么玩笑？铁哪有在嫌多的？因为铁其实资源不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耶。好，那采采，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回营地了。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有趣的东西了，好吧？我全部采完五块铁而已哦。那总比没有好吧？对的。我们可以明天再来矿坑。我们先回去看我们有哪一些要做的，然后我们今天。虽然没有床，但我们还是可以躺在沙滩上耍飞，看看看看月亮。对，哦，这系列真的是比……哎呦，这边有水哎，有水吗？是啦，那温泉，你挖？哎、欸，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温泉区哎，好可，这是 VIP 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哇，你今天哇，我跟你讲，没有，要是没有你，好吧？哎呦，外面暴风雨，还是我们今天干脆就住在这好了，我们在那边泡个温泉，尴尬没败。我觉得好。我先跟你讲，我现在觉得水桶要做，不是水桶啊，铁要做什么？第一个先做铁桶，因为我们太缺水了啊。如果我们带着铁桶走的话，我们就会有无限的水可以暂时先解渴。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它只是一个那个水源而已哦，所以如果你要的话，要去那一个刚好喝到，比较辛苦一些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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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会辛啊？我把喝完了。你按到东西把它堵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空手呢。你堵起来了啦！哈，那个好，我们现在回我们的营地，我们来做铁桶，就会有无限的水啦。好，走，出发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够做水桶呢？哈，你是 VIP 啊，我是什么搓仔？还有怪物，需要你。
没有，这是蝙蝠啦。我真的觉得这个 skin 的蝙蝠好恐怖哦。可以。哎呦，哎，把它打进土里耶。你这个土斩。哎呦，哦，下大雨。好，我们回一号营地，我们回一号营地吗？哎呦，乌龟好可爱。乌龟。这里是一号啊。二号，说错了，二号。哦，好，走，走，跟我走。我们要不要？我们到时候可以。刚那个是很稀有的淡水。这没有，你错了，我到时候会再补一个回去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我们回去营地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可以。哦，飞升好舒服哦。我们弄一点，我弄一点食物。来硬的。好，睡。你要做铁桶吗？确定铁桶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好做了。可以，对，做，因为我们还要种东西啊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做，一定是值得的。种子都在你那里，对不对？箱子里都放进去了，大家可能去看一下。好，这里好像什么仪式哦，我们可不可以四边垫高一点点？好，你好了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除。是不是有？好了，我们这一集这个野外求生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还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在影片底下帮我们点个大大的喜欢。我们下一集呢，希望可以采到更多的铁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做一些水壶之类的东西，让我们在外面不会这么缺水。然后这边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可爱农田，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雨。对，好，外面好恐怖，好，然后我们有铁了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呢。打的确好安心哦，不觉得吗？哎，完了，好，大家，超安心的，对，很安心，超安心的，卡在这边，对，卡在这边是对的啊。那我们下一集荒野生存再见，大家记得要点赞，不是点赞，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拜拜。好黑，我要拿着火把，好黑，好亮。